版面大小 I'm not sure， 因为我知道记者们都很喜欢登拿很大的照片，但我想记者会现场笑声应该不会这么多吧，因为你知道另外一位女艺人，我当然也是我的好朋友，她讲话就是比较客套所以当然漂亮归漂亮，就是记者们会很喜欢拍，可是你们听我想说哦哦哦 OK 废话哎，真的太过分了啦，我也很期待看到她。女儿大肆跟我顶嘴这类的，就是还是就小喝一下下，可是真的跟以前比起来算是非常节制，你们可以看到我的状态也是越来越好，很漂亮。所以最近有发生硬在顶嘴的这种事吗？现在老大本来就一直很乖，然后老二是很有自己的想法，他也不是顶嘴，他就会讲他自己的想法。那老三以前是比较爱顶嘴，可是最近突然不知道怎么搞的，可能邪灵已经离开了吧，他最近变得还蛮乖的，就是以前比如说我要说我如果跟他讲说我要去谁谁谁家吃饭，他都会说你几点要回来，你十点要回来，然后就会一直打电话催我。可是我现在跟他讲说我要去谁家吃饭，他都会说 OK 下去玩吧，我说反正 anyway 就是要出去，他都会说我就说 I love you， 他就讲 I love you， 我想说哇到底那邪灵跑去哪了，我好so happy 最近。那起床之后，老公有特别会很扑向你吗？老公啊，他就是最近始终是那个眼睛睁不开，但是可能是因为找不到我的关系吧，所以就是常常会扑错位置。因为就已经睁不开啊，然后老婆你在哪？你在哪？有了，他最近因为时不时就是要亲一下我啊，或者亲一下脸啊，就说 baby， 然后就是说皮肤好好，然后亲一下，然后亲完之后就会说好香哦。我说真的还假的？我三年没洗头哎。这期待是母亲节嘛？母亲节快到，对，包括小孩那。我觉得母亲节对我来说，我自己根本不在乎我是不是母亲哎。我觉得每次母亲节，我都会觉得我要帮我妈和我婆婆过母亲节，所以可以送我婆婆跟我妈妈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。我希望就是可以在一个好吃的餐厅，然后邀我妈跟我婆婆就全家人一起，然后我女儿也来，然后我女儿真的不需要送我什么，他们就是手写卡片，我就是会泪崩了。超美的啦，你那个光很亮，给你，你也太美了，超美超美超美的。说了，它的形象产品色就是紫色了，非常的优雅，也让你有一种放松的感觉，也是呢我们的品牌呢想要这个传达出来的哈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正中间好吗？画面以及等一下我们要拍一个动态的影片。好，动态的麻烦 S 看一下这边好吗？好，我们这个静态的再补一下哈，谢谢。耶，呜呼！总经理站在那个偶像旁边会比较紧张哈。那我们非常谢谢 Luke， 谢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国际巨星小 S。呜呼！对，我想这个今天心情非常好，今天心情很好，因为我觉得我今天状态好到爆炸。对，因为我今天是刚一到现场看到就，我真的是被震慑住了，超美。所以记者会前我会先拍一些照片，是，然后觉得法院还蛮安静的，然后突然有一个女生说也太漂亮了吧，对，就是，而且我那时候没有拿麦克风，我是边走边进来，然后真的被那个你是有自带光耶，我是因为就是长期喝 TK Live 胶原蛋白，谁笑这么开心？他觉得我们在拍照，我跟你讲，我是真的，我一开门就说天啊，也太美了！对啊，摄影师大哥们，你今天不用开闪光灯，因为我整个人亮到爆，自带光，我亮到爆，亮到爆。对，但是因为今年已经是你这个代言的第二年了 ，That's right， 感觉怎么样呢？我觉得会找我代言到第二年，代表如果是我是代言人的话，代表这个产品卖得非常非常非常，而且我想大家应该就是看到我的状态，就是喝完之后。你知道，因为女性，尤其是女明星，常常必须要偶尔要减肥啊，或是就是时胖时瘦的话，你的那个胶原蛋白很容易流失。是，所以你一定要不断的补充好的胶原蛋白。我就是因为上一次记者会你跟我讲，然后我就定了。然后我今天早上其实化妆师在帮我化妆的时候，我就定了，因为最近母亲节 app 有很多的优惠，大家不要错过了，可以马上把握。因为我身边有很多工作人员，是，就是也是突然瘦啊什么的，我就会说，你脸怎么凹了？对，我说啊，就是因为那个胶原蛋白流失啊。所以真的是胶原蛋白
太重要了，而且真的好喝有感又不贵。That's right， 这是我想的 slogan。对，真的，就是拍那个时候就直接把这句。我就是完全 freestyle 哦，因为它真的是好喝有感又不贵。那越睡越美丽也是你想的吗？没有啦，那是他们想的。好喝有感又不贵，真的是很顺口，对，他一下就记起了。然后我觉得他们这次推出的夜宵原饮，我真的觉得他们的老板就是那个。爱你，对，爱恋你，他刚承认了。那他又讲吗？他刚有说，他说这是因为他之前都死不承认暗恋我。他今天刚在台上承认，说他爱我啊。对啊，他说这个产品就是因为他听了，你的反应怎么会是他？不是因为毕竟我也是已婚人士啊。因为那个不一样，那个是欣赏跟憧憬。